真的没有想到，朱玉还请得动王妃啊！祁少，你这话说的可酸了啊！你怎么了？我只是这几天没有休息好而已。啊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什么？掐指一算就知道，你这疯癫的药应该用完了吧？以后不需要了，不过还是谢谢你。真的不需要了。 对了，你的情花毒炼的怎么样了？跟我来吧。齐少带你家王妃去看情花毒了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新酒，比以往的更醇香。那我可得去尝尝。 颜色太暗，这药毒性不正啊。所以让你过来帮我看一看嘛，帮我好好的研究一下。你在我这儿，药材都采了那么多了，现在好好报答我的时间到了。<咳>你生病了，我看看。没事，前些日子我受了点风寒，这几天太忙了，也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，你放心。 亏你守着这么一大片药田，竟然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。对了，白苏呢？很久没见他了。他回家了。嗯。我们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了。哎，朱玉做了些新的梅花酿，你要不要跟我喝两杯？哦，原来是来请我喝酒的呀。那感情好，那我们就去喝酒去。 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来干。祁少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啊，来来来，继续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来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就不陪你喝了。我真的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以前的一些往事罢了。三千烦恼丝，斩不断，理还乱。哦。 原来是感情问题，是感情问题。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家中有一件毒药，这件毒药呢，我很想得到，但是我买不到，你拿不走，只能让这个女孩呢，偷偷的给我拿出来。哎，但是我不想利用她，所以我真的很烦恼。 什么毒物你这么念念不忘的？就不告诉你。亮，亏我还想着我要有我就给你呢，现在有也不给你。哎，到底是哪家姑娘啊？嗯，是。不，齐少，齐少。 我没喝醉。齐少，既然喜欢人家姑娘，就别老惦记人家什么宝物，你得勇敢去追。以你的模样才华，还是很好追的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喝喝。 你知道你家主子喜欢哪家姑娘吗？嗯嗯，喝酒，喝酒。齐少平时只跟白苏说秘密，我这个人嘴巴大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是不会告诉我的。口风这么尖，嗯，不像的性格。嗯，不知道算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嗯。看样子。 毒宗的疯癫症已经治好了。齐少觉得龙飞夜能找到毒宗吗？毒宗善毒，毒丫头不会让龙飞夜独自一个人去面对他。我也会经常约毒丫头来治新的毒。如果毒丫头连续几天不在秦王府的话，说不定是帮龙飞夜找毒宗去了。
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嗯，